即係直情兆康苑嗰邊講講㗎。係啊係啊。係啊本地藝品，如不控人物擔保人名或上債或違約，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，結構性產品價格可升可跌，投資者有機會損失全部投資。我冇少見並不預示未來表現，投資前即充分理解產品風險，並諮詢專業顧問。發興證券為工作室及結構性產品嘅莊家及流通量提供者。去旅行，喉咙最热，舒服。时间系下昼2:19，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83%。大京都念慈庵麦田村贝枇杷膏便利针，随时舒缓喉咙不适。咁去北面嗰、那個啊？呢邊啊，去北面啊嘛。去北面。即係前面轉左。應該嗰邊啊？啊，我冇所謂，冇所謂，兩邊都得嘅。先交俾張單喎。照常營業，歡迎預訂酒席。百樂門飲食集團熱線3910-8000。恆基兆業四大紅盤：盈海、上月、曉匯、曉上，各展銷中心新春期間照常開放。大年初一至年初四，各參觀示範單位人士將獲贈運財福袋，送完即止。更特別表演節目，祝大家蛇年好運齊來。查詢熱線2908-8111。左边陈永乐、郭思智 A 股速报，今日量市双双低开之后向上，当中地热能概念板块升幅居前，而石油同埋金融板块就跌幅最大。上海证券部引述消息人士透露，社保基金今年初向内地一间基金公司委托管理的多个账户追加资金。报道指，目前内地一共有16间基金公司具有全部社保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的资格，而社保基金的投资往往有分散风险的特点，因此相信它亦已经向其他具有资格的基金追加资金。有分析认为，这个举动被视为长期资金睇好后市，相信春节过后大市应该可以延续上升的形势。国家能源局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等四部委近日发布了地热能开发利用文件，在这里业界预料两年后的投资规模达到1500亿人民币。文件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到了2015年，全国地热供暖面积达到5亿平方米，地热发电装机的容量就达到100000瓦，地热能电力用量亦都达到2000万吨标准煤，而去到2020年，地热能开发利用量可以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，形成完善的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体系。12家上市的券商在昨晚发布了2013年1月份公司财务数据简报，在今年1月份 A 股市场强劲上升的推动下，券商1月的业绩集体飙升。根据他们发布的1月份业绩简报去计算，一共实现净利润10%。看到数据劲，即是说如果